枕头跟我就好了。好，走。他们说，所有里面最冷的地方就这里。真的？对。他说像是冷冻库一样。他说这里的那个冰就是长眠那个积雪，冰川长眠积雪那个冰造。哇塞，很特别。嗯。你去舔舔看。哎、欸，滴滴滴，它会滑哎、欸。你去舔舔看，看舌头会粘上去。哦。哦。你摸摸看。来，你摸摸看，我帮你拍。哇，好滑哦！啊，来一根。啊。哇，好特别哦。好特别。对呀。等一下，我叫他来了。那你要不要？这是一个冰洞。帮你拍一张哦。我把帽子拿下来。好。这面是真的比较暗一点。这不是那个吗？你去去去你看了，我给你拍起来。我要跟他唱歌，可得都是你先拍他一张，哦，好滑啊。啊Wait，OK、okay.。走。还有。妮妮、啊。你到那边，到后面那里。啊，不对不对，错边，你来这里，你来这边，来这里，它有那个垫子，你可以趴在那个冰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嗯，趴上，整个趴上来，对。好冰啊！好。好。童年心大。对啊。아빠 여기서 사진 찍어
也。老公，如果我们穿昨天那个布鞋，是不是更滑？会更滑。啊？一定会更滑。你不要动，你站，你慢慢走，你停下来，你停下来，你不要走。好，走。这个是我觉得里面最特别的。对啊。你蹲在那个灯的旁边那里。这要干嘛？我帮你拍底。看我这里，咦？